英国两名男子驾黑色车堵住目标汽车的去路后，白衣男从车尾箱拿出棒球棍狂敲事主的车身，没料到穿皮衣的事主竟然是综合格斗高手，立即下车把白衣男逼得节节后退，再一拳 KO 他。绿衣男见状下车帮助，抱住事主的腰意图攻击，但事主不为所动，轻松把对方锁喉再推到地上。两位男子蜷缩在地上之际，事主开车扬长而去，两名女子在后方拍到整个过程，很希望找到事主身份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